我们在网音归，然后今天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先把那个靴子讲一讲哈，来不及了，盔甲，你现在应该讲到鞋子的啦，是不是？那今天就龙吟战靴啦，啊，我这边有追踪的，好，我们今天赶快主线好不好？哎呀，其实我觉得我主线有点卡住了欸，我已经弄到这里了，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再继续了，有点抖就是了。等等啊，嗯，啊，这边等一下。你感觉会输诶。诶，那我人一来，兵就在那里的啊。他会越来越难。那东西到底可不可以扫荡啊？啊，不能扫荡，但是他可以挑战之前的东西吧？诶，我差不多已经卡住了啦，吼。有人一定问我说：“欸，那你卡住要干嘛？”就是让我卡住，我应该会打 PVP 给你们看吧。那这边有分为战争游戏可以 play，啊，像是竞技场这个。我稍微玩一下给你们看好了，来看什么是竞技场，哪里跳过？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手就玩到这里了。